槟城驰名老字号美食的聚集地富巴亚纳也是首家高科技美食广场，现代工业风格设计非常明亮舒适，逻辑大家一定非常熟悉，嫩嫩的鸭肉搭配没有任何鼻尖的汤头，会越吃越上头，鸭肉淋上巴油泼和酱汁，简单的调味但非常的美味。已经30多年老字号的淡水港鸭腿面线，用主料熬煮的药材油够正，热腾腾的汤头再撒上葱花，吃过绝对会对它念念不忘。新本地烧腊鸡鸭饭、烧鸡、烧肉、叉烧，样样色香味俱全，不仅卖相好，味道也是真的棒。吃鸡饭少不了的菜味，酸酸辣辣有够劲。新国泰的姜咖喱面，浓郁的汤底搭配脆脆的烧肉，再淋上辣椒油，香气非常诱人。还有干咖喱面的选择，会更加的重口味。在这里也可以吃得到44年祖传婆婆蚵煎，新鲜大颗的蚵虾，软中带脆的煎饼口感，一吃就上瘾。成荣化炒粿条煮冠军的阿妈茶粿条，用料也是没有再客气，会加入腊肠，还有每天现炸的巴油泼，火候掌控到刚刚好，最后再放上新鲜的蚶，锅气十足。上班族最爱的 set 饭这里也有，非常推荐这个甜中带辣的干红，还有粥也不能错过，吃了暖心又暖胃。80年老字号和平萝卜手工黑鸡是这里的必点招牌，要炸到金黄色，酥酥脆脆又不会赶油，这点他们做到恰到好处。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沾特调卤汁，好评满满的加二餐厅，我们点的这盘云吞面特调欧导油，味道很香，还会放上叉烧淋上卤汁，而且面条不会有碱水味。手工自制的云吞也很大颗，而且还有一整只的虾在里面。还有一档很出名的小林富坚面，卖了这样多年还是保留老味道，鲜甜浓郁的汤头让人回味无穷。还有他们的糯米也是必 try， 比内郎绝对不陌生的比内 root famous laksa 已经是50多年老招牌，还入围过米其林。laksa 酸酸辣辣非常开胃，他们还新推出了这款炒 laksa 条，只有在这里吃得到。吃了这样多美食，饮料肯定少不了好咖塞、茶冰、果皮冰，还有鲜榨果汁的选择。天气热，再来一碗清凉消暑的煎炖，甜度适中的黑糖、新鲜的椰浆是最完美的搭配。这里也有红豆冰，满满的配料，没得好笑。现点现做的鸡胸饭也不要错过，你还可以边享用美食边看球赛，超大屏幕让你爽歪歪。餐具会定期消毒之外，还有机器人帮你送餐上来，不用自己下楼拿，非常 nice。如果你手机没电，这里还设有免费的手机充电站，这样的好地方你一定要来试试看。